各位，我是韩船长，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在2028年醒过来以后，我就到了杜峰，这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动物，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一个时间穿梭者。热闹喧哗的卢浮宫没有任何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对吧？所以我是时间的穿越者，相信我，相信我。早在10年前，建国不到40年的阿联酋还没有一座世界性的博物馆。根据土豪国的一贯作风，没有什么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于是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花了一点小钱，也就差不多50亿人民币，成就了被称为海上博物馆之城的阿拉伯半岛的最大的美术馆。目前，卢浮宫共拥有近700件作品，涵盖了所有历史时期和所有人类文明，其中不乏各种宝藏级别的收藏。阿布扎比的国宝卢浮宫来过很多次了吧？今天我要带你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个海上的宫殿。怎么样啊？你终于当上船长了，峰哥！你听到这个回音没有？海豚叫 ，the dolphin。整个卢浮宫是属于你和我的。他拖着我是因为我太重了，要压船底。你俩就翻船了，大海里没有翻船，这个小游泳池翻船了。Let's go. Yes, this is my land. 你知道吗？其实这种感觉很像是，比如说你登陆了一个新的岛屿，知道吗？而且这座岛屿完全属于你的感觉，就有一点像韩鲁滨逊。登陆卢浮宫，然后整个卢浮宫 ，It's yours。好吧，哇 ，gorgeous！ 啊 ，look at sunshine。哇，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当你看到这个 roof， 当你划着船过来的时候。Amazing。 当阳光透过穹顶射下来时，穹顶下会呈现富有动感的光之云，令人联想起阿联酋绿洲上婆娑重叠的棕榈树。这是一片光影交织、宁静与城市共存的安宁宜人的世界。它可以令人想到某一个国家，它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但又不只是平庸的诠释。它也希望彰显人们对偶尔邂逅所抱有的迷恋。My first time from the sea, you know, to see like you are visit a port. Now it's a Lufu Harbor. 喜欢吗，峰哥？开心吗 ？OK。其实我觉得，在不管帆船也好，还是跳伞，是各种运动也好，它只是你从 A 点到达 B 点的一个方式方法而已。我真的很喜欢一个景点，如果他们能推出这种类似于一些运动的项目，然后能够融合整个的参观的行程，就真的很棒。因为现在大自然当中，你融入了整个大自然。就完了，一个小时不到。Dallas， Dallas， yeah， Dallas， finish， Dallas。That's the time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crazy。峰哥，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我们本来要去卢浮宫参观了，现在这样子，怎么样去卢浮宫 ？By that matter， let's try later。我们全湿了，而且是海水 ，absolutely salt water。Hey， let's go to Louvre。没事 ，OK。峰哥，我们的卢浮宫行程要开始了，看峰哥，不知道行不行？这是阿布扎比的瑰宝呀。Hey man， all good？ Yeah， shall we go for the Louvre？ Shall we？ 要我知道我们还是 OK， we respect the rules for sure。We go back and change it, we come back. It's okay? Okay, cheers. Thank you. We're good. Thank you. 我是来自于2027年的穿越者韩船长。整个阿布扎比的卢浮宫没有一个人，除了峰哥在前面，我们两个一起穿越。其实这是一个秘密，天大的秘密，我们要保守。